仔，你都已经大个仔啦，妈妈觉得系时候你要开始学识独立分。你知道随住大家都大咗，有啲嘢我哋需要改变。当你成长过程中会有好多新的感觉同想法，呢啲都系正常嘅。但系我哋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嘅空间同私人，包括瞓觉嘅时候。妈妈希望你可以明白，独立分系成长嘅一部分，亦都系尊重自己同其人狮子忍嘅一种表现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者感觉尴尬，记得同我讲，我哋可以一起讨论，一起解决。记住，妈妈永远支持你，无论你遇到啲咩问题，我哋都可以一起面对。仔，我哋需要认真倾啊！我见到你睇过一啲不恰当嘅图片，甚至有啲系关于我嘅。我想知道点解你会睇呢啲嘢？我哋之间有冇咩误解或者问题？我哋需要解决。我明白你可能好奇或者探索紧某啲嘢，但系有啲行为系唔适当嘅。如果你有任何困惑或者对性嘅问题感到好奇，我哋可以倾，甚至可以揾专业人士帮手。但系我哋需要建立一个互相尊重同理解嘅关系。你系我唯一嘅儿仔，我好爱你，但我哋都需要明白尊重个人界限嘅重要性。关于报警嘅问题，妈妈唔想要采取咁极端嘅措施，我更希望我哋可以通过倾谈解决问题，建立一个更健康嘅母子关系。